三，将光学尺控制显示器关闭。四，将雷射干涉仪主机关闭。五，关闭 MetroPro 软体。按 Yes。再将电脑主机关闭。屏幕关闭。将总电源关闭。CCD 萤幕关闭，最后关闭气罩玻璃门。这样即完成了关机步骤。